二档已经挖到，对不对？我一直把灰色的觉得是二档。灰色。用铁桶做第一门，那你要找到岩浆是刚好可以让你这样做出来的。对啊，你要先捞水啊，反正都要提，什么都要提，都要提。哦，挖到煤炭了，太好了。那把上面的那个木头拿下来，无所畏惧。给你插一根火把，什么任务？原来是自杀，他被骷髅打死。哦。白痴哦！感谢杰云的星星。好啦，晚安，去睡吧，晚安。米菲，怎么了？我要石头。好啊，好啊。给我三个就好。有，一半。好，就一半，只有两颗。我在下。没有嘛？多的多的。你要把地表补起来啊！不然被二档要啊，二档会来找我们呢。二档可以买技能，看到人在哪。哦，对啊，没有，他只看到坐标而已。哦，是啊，对，还要自己去。我想到他们不是可以买发亮什么？可是他要附近的才找得到哦，就是他如果距离太远，他不会告诉你他在哪。我们上次是直接找露天的，他们直接冲过来，那个想堵也没办法堵，因为那个洞很大。嗯，好，堵起来了。不是这样子吗？枯槁木不是说可以卖吗？还是不行？看一下那个啊，卖卖看啊。卖不了啊。那是干嘛的？他们刚刚说打怪会掉啊。是不是一个不能卖，要多一点？哎、欸，挖到洞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有可能是一个卖不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洞，有洞，有洞，有道理。里面有铁。嗯，你们打、啊、打怪啊，打怪啊，做个火把。还没有做。到家是什么东西、哦、对，有些怪要小心，要坐船，要坐船。有些怪，我上次就是被一个反甲的那个村民打死。反甲的村民，对，我只摸一下，我马上死掉。哦，反甲的村民，哦，反甲，我听见反甲，我讲这是多硬啊！哦，反甲吗？对啊。没有，他还有每个职业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没有，应该说特殊的怪。我是现在这样讲，我才想起来，我们上次遇到的就是要养起来的弓箭手。养起来？因为他攻击你的话，你会回血啊。哦。对啊，圈养起来啦。他在毒气，哦。所以要多少？33个铁。我先把我挖到的铁做铁镐。先做盾吧。好吧，先做盾。又苦力怕，我先离远一点。被二档杀死了。啊！走过来，我没有盾剑。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救命！是小兽来了。等一下，你们好开心哦！等一下，你们那边没有路哦。他没有进来，他没有进来。为什么没跟我讲？我想去帮你们哦。他没有走过来。算了，不怕死，不怕死，不怕死。好，我做盾，我做盾，我做三个盾。不是他，我想他没走过来啊，他就往回走了。我肚子好痛。给你盾牌，给你盾牌，后面，你的盾牌下面。金币盾共用化。我肚子好痛。我不知道他没有走过来、啊。先做一把。我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他，然后就跑过来了。啊、不补起来哟！
欸，我喷妆是不是？我东西不见了、欸。有啊，你木头在我这里。哦，给我给我，我需要。只有怎样你的木。哪有这么少？你骗我！我一半拿出来就这么多啊！你要我刚再多给你，我刚刚明就四十几个，没有，我剪下就这么一点点而已。啊，喷那么多、哦啊！他不是死掉会有几率直接消失？哦，哦对啊，我刚地上剪到就是这么多而已，25%，好像是25%吗？我忘记了，反正上次也是。身上几乎满了，结果死掉，全所有东西都不见了。哦，对啊，还是我再出去挖一点木头啊，啊可以啊，你自己小心欸。哦，这里好多碳哦。哎、欸，四脚兽。哎、欸，不要再赢我！我你们过去给他爆举好盾，拜托。我们刚刚没有盾。对，我们刚刚没有盾，所以我啊好，我说你现在不要怕，你有盾了。感谢弥生的五十星星，感谢你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这什么东西？30秒内不受到伤害。30秒不受到伤害。我这边有铁，你们看谁要去？我挖一下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无关，这个好像给东西。我过去了。没有，这个可以去或是不去的、啊。我过去了，我过去了，我过去了，我过去了。你过去。好哦。那我去挖木头。铸剑者。哎，张！搞出来了！哦，原来是已经开始了哦，打那么爽，对啊，对啊，没有很多任务。哎，重爆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它爆很慢，可是范围很大。哎呦，好大声！对，它会爆很慢，但范围很大。重爆，还是应该念重爆啊？重爆啊，会有一个叫速爆的。速爆是很快吓人用的。我看到拿弓箭拿附魔的弓箭手。你们有要甘蔗吗？我们任务不需要甘蔗吧？好，我想你的队伍赢得了一拳超人是什么东西？不是我们啊。他上面是他们的队伍啊。红队，那是红队。赢得了一拳超人是怎样？看到人一下就死。刚刚的任务。不是啊，我说那个效果是可以干嘛？刚刚的任务叫一拳超人。你说刚那个活动吗？对，刚刚任务是可以一到两个人啊，刚刚只有我过去。他们有拿到什么吗？就分数啊。哦，对啊。哎呦，又爆了！这边有弓箭手，附魔弓箭手，哎，不见了。哎呦！钻石哦，已经挖到了，可以了。你有铁镐了吗？没有啊。哇，两颗钻石，两区钻石。哇，两区钻石，我可以做，我可以做，我可以做。哎、欸，那是什么？哇，有一个拿弓箭的、啊，好猛啊、哦！啊，就是弓箭手啊，拿弓箭的。附魔弓，哦，那只就是我刚刚看到那个、啊、拿着附魔的那个弓箭手、啊。我带铁镐下来了，你有铁镐吗？有啊有啊有啊。现在还要找到岩浆。哇，有啊，这边有岩浆啊。两颗是不是不够？嗯，两颗。我说有两区啊。啊、哦，两，开挖开挖。爆炸！你怎么爆了？我木石镐。好，开挖，开挖。我把那个水捞起来。真的不够，好少、哦，六个。可以做一把钻石镐就够了吧？嗯。嗯，这里多深啊？11。
你水帮我倒一下吧。哎、欸，又赶快看到钻石了哦。啊，你水，你水你要在哪里挖？我帮你倒。这里。对吗？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，你帮我倒这里面，那个洞里面捞起来，捞那个洞里面。好。两颗。有铁，挖挖挖！我们要那个龙，那个我要大量。对，我上面烧的铁，你看一下有没有拿一下。想抖内发现抖不了，因为信用卡要开国外交易才行抖。好像是哎、欸，要外币账户吼。嗯，是吧？没有，因为 FB 直播比较特别。哦，你是开 FB 哦？对啊，我在这边很久了。你不是两边开吗？我吗？没有啊。我之前是 F 那个 YT 跟 Twitch 啊。双开。对啊，啊，现在改在这边。嗯。欸、没有铁，我们要抢荧光石，加油！我烧个铁做打火机。我现在有多少铁、啊？哎、欸，好了，够了。好哦，好哦，我看一下，做个水桶。你怎么做的带我头啦？吓死我！你刚刚死掉的头。过去捞对面那边的。嗯，我帮你弄路。水流有点高哦。又提又提。上面没路了。嗯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，来去地狱挖荧光粉。嗯，你们铁够了？没有啊，不够啊，我要去挖荧光粉啊，主线任务哎、欸。好好，那我也要去。那你在哪里？那你们去，我在。不是他们每个人都要吗？没有啊，那是团队主线任务，任务都是团队的，没有单人。对。是每个人都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所以就是一部分人。等一下，你是哦，我看错了。等一下，我是假的。你要在哪里放地狱门？我那个打火机给你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刚刚烧熔炉的地方。跳到上面来。哦，你在上面吗？我在上面熔炉那里。好好好，我在烧铁。那我先上去。好哦。哎呦。不是你们两个长得一样，他带我头颅啊！我想说奇怪，你怎么穿女装？你怎么穿女装？我想到什么时候换的？来来来，
你要放哪里？我这边有13个铁。先给我，先给我。这边有9个铁。这边还有铁，我拿去拿进去烧。好，你点。我这打火机还是给你们啊，你们要去地狱的。他等下被传过去。好，这个熔炉再放这里就好了。不、哦，好可怕啊、哦！帮忙挖，帮忙挖，帮忙挖。挖一挖，挖一挖。挖挖挖挖，哇！一看就有哎、欸。嗯，感谢绿茶牛奶。一二三四五，三五十五。你几个人？26个。我们要叠过去，要很多方块。啊，这地狱门在我旁边，好吵啊！要叠过去吗？嗯。我要从哪叠？小心不要死在地狱，有东西拿不到。是怕优异啦，有盾牌应该还行。真的有优异耶？对啊。去哪边叠比较好？哎、欸，这边也有、啊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是什么任务？这是干嘛？死亡捕兽，生死决斗，人数一人。三，啊，那你挖这个，我帮你把下面补宽一点。好，挖上去。我的鱿鱼好可怕哦！等到下一个版本，它就比较弱了。真的、哦？真的吗？对啊。你要在下面接吗？哦，好、啊。我之前去玩那个20W 那个。你有一根智障一样，只会在原地飘，除非他之后有修正，不然的话，真的变得还蛮弱的。哇，他是攻击啊！小心哦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不死？不要死了！我。啊！他看我，等一下哦。好，好。哎，有点接接有点。哇！哎。他好凶哦！他怎么那么气啊？他怎么那么气啊？因为你们在第一挖。杀掉了！杀掉了！有我挖那个掉下去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我怕被烧掉啊！我还在挖啊，等一下。有，我下去，我下去。嗯。那个火。你几个了？43。来来来来，给你给你给你。好。嗯、啊？放副手怎么？怎么还任务啊？放副手，然后另外一只手要拿那个单子。可是他这样子没有，没有办法100个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可以那个啊，批量啊，不是说一次全部，他可以批量啊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你放，你放，你放。我放，我放。好好好好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有，你看上角一个唱片。放，花钱换，花钱换，花钱换。唱片根本就。唱片找那个吧，碉堡吗？哎、欸，不会回血啦！啊啊，对啊，啊我两个都不会回血。哇、啊，那个声音好可怕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找到谁家？杰瑞耶。杰瑞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。他也在打那个任务。你给他荧光石，
我怕我们回去是跑到另外一边去。哪里？谁在叫？不要叫，欸、拜托，吓死我了。他拿不死图腾诶、欸！哎呦，你叫什么？重腕、哦，好恐怖哦！哎呦，感觉打了会。不要在那边打、啊，走。重腕，我们走。可是你打他也没差，因为你已经死过一次了。东西会喷啊，小姐。哦，对哈，东西会喷。不是说死了就无所畏惧，东西还在掉、啊。就是不怕人家来杀你，就是你还是会怕东西。坐矿车。你那边还有铁吗？没有啊，烧错了，没有铁，烧错了，浪费我的木头。我要烧铁，结果放到木炭机。哼。走矿车要几个铁啊？11个、啊。那我刚刚给他13个够了吧？给谁13？总共要33个哦。完成了。33个哦。完成了。哇！怎么杰瑞从我们这边跑出来？真的假的？因为那个啊，地狱门啊，地狱门，地狱门跑出来，哎、欸，他回不去了吧？乱来哦，走错路哦。我们现在有什么？一个风，脚交两个 TNT。整个 TNT 都要苦力怕的欸，苦力怕，可是刚刚都炸掉了。都要可以卖啊，那个枯木可以卖啊。我可以卖吗？怎么卖 啊？到底怎么卖啊？苏打就直接把它拿着，然后点左上角那个告示牌啊。不用点驯服特吗？不用啊，就直接拿上去。两个都试试看、啊。直接点那个告示牌就好了。哦，真的欸，哦，啊，石头也可以卖吧？记得鹅卵石。它可以卖的东西，鹅卵10个1块钱，泥土20个1块钱，玻璃7个1块钱。下一页，我们买苦力怕出来吗？买苦力怕出来，好恐怖哦！没有，就是怎么讲？我先买回血好了，不管怎样，我要先回血。好，就是我的想法是做木船，然后造一只枯工，一只苦力怕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就是举盾，然后给那个枯工射。可以啊。可是这样多少钱、啊？全体玩家一队伍玩，全体玩家跟队伍玩家是怎样？我可以买给全世界是不是？对。当然买队伍啊。我看一下哦，要多少钱？苦力怕要多少钱？20块钱。你要任务完成有至少70块。枯工，20块。啊，怎么买？拉出来吗？去的，然后点那个你要买的东西。好，那个等一下就我的，等一下要两艘船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要两艘吗？我有一艘了，我来做。给你。我有了哟，那。那等一下就是啊、哦，这个位置可以，米菲来，你按你盾嘞、欸，哎、欸，哦在这里，所以我要打他，不能让他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，你都不要打，大家都不要打，对，都不要打，我吸引他就对了，对，好，等一下我先招呼工，看他看谁，好，他就是看最近的吧，哎、欸。啊、哦，米菲来，米菲来，乖，好，哎、欸，举盾，你举好盾，他会射我，你举好盾，有，啊，你再继续后退，你这样会爆，好，等一下哦，二档在买坐标的二档，米菲乖，米菲，水平线，让库工，让他射库工，哦、乖，好，举盾，对。就要盾就好，让他死。我们就可以上脚任务了。谁数学天才？这是常识好吗？这为什么会跟数学有关系？好了。哎呦，太
变成我嘞。哦，对呢。好好好好，好，你打他，你打他，那好，你打他。我打他，好。跳打，跳打，跳着打。跳打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怎么还任务？你说副手在点数吗？副手，然后东西放在副手，然后右手拿那个那张点右键就好。对啊。嗯，我不行欸，你试试看。为什么？就是你没有打到唱片吗？有啊。拿着唱片，然后点那个啊。欸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为什么可以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副手。放置木棒。为什么要放木棒？啊，那放木棒看看。哎呦。好。放木棒。哎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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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在是什么？一百个木炭砍木头喽！木头开挖，挖起来。我先把熔炉带上去哦。行，那我也去帮你挖好了。一定要帮我挖。那我们 TNT 那个任务还做不做呢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是。嗯，好像也可以不做哎、欸，我觉得 TNT 好像很、欸、那个要很多苦力怕哎、欸，很多苦力怕吗？我想一下哦，主要是忘记 TNT 是要五个还是四个啦？没有五个啊，火药要五个还是四个？一火药是摆叉叉的嘛，叉叉是沙子吧？好，那这样子，要白天打怪，一个 TNT 至少要两只，只要白天打怪，才两下两。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啊？他那个啊，现在是白天啊，右边有血、啊、哦。又是一群超人，一群超人，要不要玩玩看啊？我先进去狂打人，我要进去。哎、欸，对耶，进去嘛。哎、欸，要晚上了，米菲。好。你晚上怎么了？会怪怪啊。那我离远一点。也可以打苦力怕啦，其实。对啊，可是我是怕爆掉，我就打不到了。好啊，那你不要打好了，交给我。好，那我就跟刚刚一样，把他引过来。你哪里啦？可以继续砍树，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？你要有船啊！女装的繁星又出现了。什么啦？我也被吓到。你这有什么好吓到的？很突兀、喔欸。有啊。我在那个什么？等一下，火把是你插的吗，米菲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是在吸引敌人过来吗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我怎么在唤醒师？哇，你还敢打他、欸？哎，天啊！怎么了吗？为什么不能打他吗？我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弄到凋零了。你 是打到啊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就突然凋零了。凋零怪吧？没有啦，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奇怪的东西啊。刚走在路上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我就突然凋零了。应该是撞见他们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来地表了？哎，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。后面。没有啦，那个谁，对，那几个。上来打个苦力霸什么的。然后我就凋零了，血量剩一滴、啊，我就凋零到剩这样啊！哎、欸，这可以卖掉吗？先烧吧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那个嘞，熔炉，熔炉，在楼下，剩31块钱而已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哦，这个。我没有，我的箱子出不来。虚普特加右键、嗯，还是没有吗？有哦，还有鱼骨，可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挖了多少石头啊。哎、欸，对耶。
那个熔炉下面的熔炉，我在烧那个木头，你看你挖到什么就丢进去。就只有一点点呢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听到？我这边，我这边。好。哇！好可怕的声音。你这个快爆的声音吓了我右肩，开始乱七八糟。好，抱歉。我们这封箱还做有办法做啊？那要先找到蜜蜂不是吗？对啊。不知道怎么办。哎，熔炉在哪里呀、啊？那个我们下面下去的路。哦，好。一个火药粉了，哎呦吓死我！四号任务更换。好，我们单子里面也只有三号吧，三个，对啊，四三号是那个碳呢，没有啦，我说只有三个吧，对啊，可是他买那边有四号跟五号、啊，他是刚刚说四号五号之后都不要理他，那是之后的任务，以后啦，哦、那我把那个 TNT 那个买换掉好了，你看要 TNT 换掉或是风箱换掉，选一个、TNT 我觉得可以留啦，风箱对啊。换了什么？更新一下，变成什么？啊，就没了。等他跑出来吗？七个灯笼。七个灯笼？什么灯笼啊？铁锭，铁锭加火把，八个铁锭跟一个火把可以换一个灯笼。哦。对。哇，那我们还要再去挖铁？我这边有七个铁。我的铁好像在，我的铁在下面。木头够了吗？我这里有十个铁。好好，你看要做。我做。47+6，够。我是要几个灯笼啊？七个啊？七个吗？七个灯笼。也好。我把上面堵起来。当。哦。然后是什么？一百朵花。花，百朵花，我在干嘛？在封起来。再打。走，我们上去打花。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六个古粉，应该可以不用稍微轻松一点点。对啊，我这边应该很多花啦。我这边有古粉可以撒，比较安全。可以啊，啊，有个更安全的方啊，不要好了。怎么了？有故宫。哪里？在这边。你敢打吗？他在射我。啊，我是上满了，等一下我去丢垃圾。有他死了。啊，你为什么要死了？他死了。我说他死了。哦。一百朵花。我这边好多花哦。赶快打。上次还有那个任务是要那个小麦种子，结果我们看错，我们在那边种小麦。哪里？我下面，等一下。没关系。你在哪里？他没看你。他刚往我这边走过来。他卡在那边。哎、欸，小僵尸，你小僵尸，他，等下你就要盾，你就要盾，他是不会声音，他没有声音。对啊。你不要就要盾啊！为什么？你就要盾。他还是打我哎、欸。好，没事。哦，他有铁。哇，白痴哦、喔！什么东西？你就要盾。好，你帮我打一下后举盾。你们遇到什么东西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会打架了、欸，好可怕哦、喔！哇，你会打架了、欸，我本来就会打架、啊。不是，你以前会狂挥。哦，你说那个没有举盾吗？对啊，你是连打小天后哎、欸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哇，对你改观了哎、欸。做花的哎、欸，对啊。花种，等一下，你们那边有花了吗？有啊，打多少给多少吗？对啊，它会累积。好，它会累积啊、哦。对，它会累积。我来看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一直不能还？要按 shift 吗？没有啊，你要拿木棒啊，它不是有血？哦，然后嘞？拿木棒。哦，手拿木棒，然后直接推掉。这里有，好。这里有那个哎、欸，有矿。
矿洞。等一下，我要找那只苦力怕，等我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不见了！咦、欸，这里怎么有两只苦力怕？你不要了，哎、欸，你这样，我来，你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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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高压的嘞。我知道为什么我刚刚会凋零了啦。哎、欸，怎么办？他们一直追我。60%。我刚刚太靠。我这边有很多花，我这边有很多，不用。我刚刚太靠近那个活动场、哦、不边界，然后在那边凋零。哦，我的错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在附近啊，你附近嗨。哎呦呦，花花花，我花都缴了，我花都缴了。好，我讲。要放左手的那个拿木棒，哦，拿木棒，你看等一下，好可怕啊！怪物都一直冲过来。你另外一手拿单子，爱玩。80%，八十趴。远离 FS 轴。为什么？你太靠近那边就会一直过就会、哦啊、会凋零哦，会凋零哦。哎、欸，那花在那边呢、欸。边界。我会有肌肉。肌肉，哎、欸，那边好多花哦！欸、我要烧肉吃，吃了不会回血。没有，我掉那个两块肉啊。手离远离，我再靠近我就要凋零。哎、欸，这又一只苦力怕，又苦力怕。哎、欸，我不在你那边，我不在你那边哦。你看会不会打？你就打一下嘛，然后往后跑。好。对。我。来、啊、来看我啊，来看我啊，看我看我，咦！猪的声音好爆了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蜘蛛会发亮？那个是尖盾猪，上面名字写叫什么坚硬猪？坚硬猪，它会发亮。哎、欸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打到了。好吧，那我火花只好丢掉了。下个任务是什么？可以中啊，中！哎、欸，没任务了，没了，他没有刷，没主线了。肉主线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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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。灵魂沙，走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地狱，地狱，地狱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灵魂沙。啊，我们那个木炭烧的如何？烧完啦、啊。啊，没有人缴。缴啦。没有，这边任务还在啊。哎、欸，没有吗 ？Toby。没人缴、啊。Toby， 你的任务呢？有，我这边我没有拿，我没有拿。哦，30秒内放置方块最多人。啊！我下去的。你在干嘛？我们乖乖解我们的任务好了，我们与世无争。啊，楼上的熔炉那些要拿掉吗？我拆掉了。上面还有木炭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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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了吗？没有，还不够呢。还不够，楼下这边。你说还剩多少？我全部缴上去了，还不够呢，现在才80%而已。啊，真的假的？90%，至少还差十颗，还差十颗。因为我这边有十颗，我这边有十颗。好，缴一缴。不用再挖，我把它挡起来。哦。挡起来，上面的有拿哦。上面都拿了。好，那就还好。我做铲子。哦，对，好像要做铲子。对。好饿哦。哎、有十颗，有十颗，快缴啊！再5颗就好了，快点。有，他在烧吧，在烧吧。哦，我以为你身上有，你刚不是讲你身上有？哦，没有，我说我身上有木头，要拿去烧。那我先去挖咯。好，我去挖100颗。哎呦，过头。有了，有了。